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本片同呢个网站系无关嘅，同埋圣经话正义嘅人同不义正义嘅人都复活噶。咁我哋睇下沙田嘅一宗交通意外啦。我哋见到途中嘅左边有个白色车，直行系红灯，只可以转左嘅，但系个白色车驶向前一撞，撞落个小巴嘅车尾度，个小巴咧就反咗转咗啦，跟住咧先至转绿灯，先可以向前行嘅。我哋从另一个角度睇下啦，就系先有个黑色车直行，然后呢个白色车一直行，一撞撞到个小巴车嘅车尾，跟住架小巴就反咗啦。咁个白色私家车就有一个白色衫嘅人同埋一个蓝色衫嘅人行咗出嚟，咁所以好明显啦。就是那个白色私家车应该是看错灯直行，就撞到个小巴的车尾了，因为当时是未转直行的灯，只可以转左的。在这个报道是这么多了，希望司机都要小心驾驶同埋安全驾驶嘅。天若近年，我们都要悔改。再见。